哪些小说桥段让你觉得作者水平不高？一、女主高考紧张，男主延后高考实践。女主在美国受伤，男主非常着急，说快把女主送去洛杉矶第一人民医院。女主是熊猫血，男主为了救女主杀了一只熊猫，暗骂一句 shift， 女主假死，男主在大雨中痛哭，亲手撕碎了自己的眼角膜。男主从口袋掏出100万砸到了女主脸上，